嗯，多少钱？那么多？对。啊？多少钱呢？一袋。这种又简单。这十年，你亲戚或者你家人有没有来找过你的？没有。那你想不想回去？想回去，我给你买车票，跟你一起回去看看。回去也没用啊。啊？为什么没用？回去？那个老家的房子没有了吗？老家的房子没有了。以前是那种土房子吗？以前的土房子。哦，现在你去找地方找不到吗？拆迁了。嗯。一个问你们当地村里面的，问一下你们，问一下你爸妈的电话呀，你家人的电话呀。但是知道号码，但是打过去是关，去关机的，懂不懂？我也知道号码，但是呢，打过去也是关机的。一个，那你可以找。联系一下你外公外婆，你外公外婆家去问问呀。那些没有去过，不知道在哪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现金是手机十块，易拉罐。用的这个旧的手机，他来收，你是收个十几块钱、二十块钱。现金。给35，给你吧。嗯，对。你放上了，嗯，那你放，你才钱多少钱？哎，1斤8了，1斤9嘛，1斤9带个袋子嘛，那21块，21块，可以，哎呀，21的35，又给你买个挂壁机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准备怎么发？买个挂壁机啊，50米的，买挂壁机啊，50块的，你都不是这个吗？这个哪是160，他妈200多的。那你给我说。可以，就这个。那个没那么便宜啊，330，280。280呀。OK。你有多少钱？50。啊，你50给了我，剩下我来补了算了。我再买一个车，再买。啊？你也买？这两万上买就去了。你给50，剩下的我来。2、3、4、56。你给50，给50就行了。59。你给50，9块钱你留着。给50，剩下的我来，你零钱你拿着，你留着买水喝。才40嘛。40哪里50？49，好，49吗？不会数啊。好，来，差多少？那你就把9块拿出去吧。9块拿出去。那差240，对不对？我给你300，你找。找你60嘛。嗯。60。好，找60是吧？好。对吧？那么这有没有充电器配的？给他搞个充电头子啊，便宜的线20都可以。要你们要拿一条给你。嗯。这个吧，没电充了。嗯。谢谢。过两天就该上班了。走去最近的派出所。他带你去的，这个。嗯。带他去啊。啊。你这个线没有，你不会捏连线啊？罗。268。照片20，办证件40，又给他发60啊。嗯。罗。别丢了，你那个上面扫了个二维码，上面有个二维码，你可以看那个进度，办身份证进度，到时候办好的就直接到这边来拿。谢谢啊。没事。